观众朋友，我们常说呢，这个行行出状元，高手在民间，在各行各业都有着兢兢业业的劳动者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是熟能生巧，或是有着过人的智慧，练就了一身的绝活。本台不久前面向社会征集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绝活，收到了数百份的视频投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灵巧的双手都能够做一些什么。我叫王翠碧，今年53岁，是一名全职妈妈。我的绝活是闭着眼睛花样的是和其他的蔬菜。你看，我把眼睛扯得偏。我来画个窝身，你们看哈啊。来，我找一片我的，看几乎是半透明的。你说越画越快就扯行，画慢了就不行。我来介绍一下那把刀，那把刀原来是平的，是我妈的陪嫁刀。然后是因为花样那么多年，然后切成那种月牙形状的。叫蔡亚平，是合肥张记食品有限公司的营业员。我的绝活是快速夹蛋糕。为了让喜爱我们的顾客第一时间品尝到新鲜美味的蛋糕，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快一点，更快一点。准备回家吧，辛苦了，准备回家哟。我叫侯永强，我是咱陕西匠人，我从事北面行业，北面业原籍叫雾面，那大家雾看北面出去，大家看一下。是一门非常无聊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在运的时候加一点花式的话，出去就没得那么单调了。劳动让我成长，劳动让我踏实，我劳动，我光荣。